出击！全军出击！全军出击！哎、OK ，我们武士没来一集团呀？没来，老板没来。嗯，韩服王者从来不打。你这一波来下，韩服王者是需要韩服王者站位的，从来不打团是不是？你看看，我报个段都是站位的，不是我报个段位，你们怎么老在那边阴阳怪气呀、啊？我们家瞎子都拿一血了，哎呦！拿一血就拿一血呗。不是一血是我拿的，姐妹。什么一血你拿的？那第一个人，他们俩第一个人头是不是他拿的呀？血了亏了。就是嘛，上单直接下来，这两个头不就是他的了吗？我直接领先三个头，这波血亏。你领先有什么用啊？就是让他下来嘛，让他下来跟你们打一集团嘛。韩服王者就这样，我多厉害呢。这么能叫吗？你什么成分啊？你先闭嘴。老板他这么能搞心态吗？没有呀，我也不知道这陪玩谁点的呀。我点的呀，那人家拿人头了呀。你不点的韩服王者吗？你让他拿人头啊。在哪呀？哎，徐飞，你就该一直来团来下路的，这两个头你也拿，这不直接起飞。没事啊、哎、怎么死了呀？你这波也能死啊？没有，失误了，失误了，姐。这一波下次呢抓的时机真的反杀，怎么说呢，老板一打二反杀一个、哎、还行 nice nice、啊、这一波可以啊，这一波可以，哎呦这小子怎么给我红头了哟，走了不亏。但是咱就是说这两个头你要是拿到了，我们这一局其实已经奠定了局势优势，但是我没想到你还是在上路就拿了一个头，一个头。你说不好吧也好，你说好吧我就觉得不太行，还好吧，能不能再加加油努努力？没问题啊，没问题。反正我瞧这技术是不像韩服王者，老板慢慢打呗，对吧？谁死了？虾哥死了呀？不是虾哥，不是虾哥死了。没死呀，我啥？我以为是虾哥死了呢。嘿，哎呀，你瞧瞧这游戏玩的。太阳姐，我来了，太阳姐。哎，你赶紧去多杀几个，有个残的去把他杀了。AD 加闪了 ，AD 加闪了。哎呦，这一波，哎呀 ，nice！ 哎呦，你家韩服王者在干什么？我家韩服王者两个头啊，现在怎么还落后一个呀？什么意思啊？看不见谁三个头啊？刚才看不是两个头吗？怎么回事啊？哎、真有意思，韩服王者嘛？什么情况？这对面这么能搞心态吗？怎么又领先了一个头啊？这对面，哎，我就说像多厉害呢，直接来两个头，不就是反超的吗？哎，为什么不跟我们打一集团呀？不太喜欢打一集团，老板。不太喜欢。接我的单，麻烦还是以人头为重，行不行？姐，不要你自己喜不喜欢？不是拿头，不是拿人头了吗？咱们不是拿头了吗？哎呦，拿人头了。但是你现在是落后的呀，我们比的是人头数呀。怎么一拿对？怎么他一拿头，我就要被压力一次呢？谁压力你了？老板说啥你听着呀？嗯。就你这服务态度吗？真的？你看，老板，我这还没打呢，你怎么都不相信我了？我这打都看着还没打。主要是你现在是落后的呀，你让我怎么相信？我知道落后呀。你说你现在领先，我别急嘛，不是这不要着急嘛。下路那两个头你一拿，我肯定不急。可是你没有拿到，现在是落后的，你说我能急不急？好。落后，行，老板，我这边多杀几个人啊，多拿点头，好吧？好，好嘞，太阳姐。本来就是说好的是打人头局，那肯定是要拿人头为先呢、啊，不然打什么人头局啊？小 B 一波，这个老板有点急性子啊、哦，有点急性子。我
看这寒风王者跟我点不过没事也能理解什么差距、啊、确实咱们人头落后他确实急也正常拿呗拿头呗正常快下鞋子咱落后他压力几句我都不带说的、嗯、真的没事姐这上路寒服王者怎么还被压刀了哟你看他的这个对面那个陪玩给、哎、徐北你有踢你能不能往下踢一波呀下路有残血呀对面盲僧刚才来就是来下路捡了两个头你往下路有踢的时候来踢一波这下路两个头不就又是你的了吗不就又起飞了吗你看这个 B 又来了是的是的这个 B 就来捡人头了等我 TP 好懂我意思吗哎什么叫捡人头啊我知道等我 TP 好等我 TP 好我现在没 TP 呢怎么踢呢不是文静你点了个谎报段位的是吧哎，幸亏我让给你了真的幸亏你跟我抢什么谎报段位我这段位是真实的我的战绩截图别搞啊别搞呀姐别急哎呦听见寒风王者你就急死了老板不要着急的不要听他们我不急哦也不知道谁急啊你到底谁在急你这落后的一个头 你说我能不急吗我这不是急死了都快还不急老板这里下路又是两个头你看老板落后一个头你一来就直接杀我知道才落后一个呢姐你是慧眼识珠呀现在就年底了就很多男陪都在骗哎呀骗单什么叫一跳单就遇到压力怪我落后了老板说几句不是正常的吗兄弟们二杠零你的意思老板花钱点陪玩得舔着你说的有道理不得舔着你的话就年底嘛都这样咱们是之前接的是熟悉的老板我们之前打过知道我水平呢这老板不知道我水平我报个寒服王者的段位看能不能把他抓死落后一个头他说几句能理解能理解厉害寒服王者在干什么呢但是对面两个人他就有点下头了、啊啊、怎么一转眼又领先两个头了对面两个人、哦、他可能拱火不行啊我就说了嘛打人头局打什么上单、啊压力怪正常的上单不好杀人不好拿头咱又不是少爷压力一下怎么的他直接选个打野没问题到处抓到处拿人头没事我就当他狗叫、啊、不是我就当他这个啰里吧嗦就行了寒服王者咱就埋怨几句嘛咱高低打正常打的我就说这一波这个传送我就看着还有47秒、嗯下路这一波两个头绝对能拿到你往下路一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两个头收入囊中直接拉平好好好好的老板你的指挥我听到了别急嘛别急嘛王子在你上面也去了我跟你讲他等一下要越你越了你之后你的人头直接掉渣我跟你讲好好好好好嘞好嘞没事没事再吹音呢你看这个傻子又来了又来了这个傻子、哎、你拿头干什么呀这是我留给我陪玩的你拿头干什么那个姐你玩的是什么英雄啊我玩的女枪啊女枪是吧姐咱不给她打伤害她就下路就捡不了人头了好吧那你来拿呀你看她都拿超你三个头了哥我的妈耶我都要叫你哥了你这 TP 流的是保命的吗哎呀老板别急别急我 TP 上路呢我补一下线、嗯、补什么线呀、嗯、快来下路送人头啊好好好姐不补线要三个头了要三个头了姐不发育怎么拿头发育什么呀拿头、啊、你看头不就来了吗头就来了头你看来了还不是叉子的、哎、还有两个差距小猪一个你那两个怎么补嘛哎别急嘛那武器大师后期杀了一个了哎后期的神咱又不是只打这10分钟再追呢嗯你看老板我都跟你说了啊怎么着一分钱一分货嗯好三项了好三项了已经三项了有什么用呀三项还不是落后两个头那个姐你我能拜托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就是你别给他打伤害让他去下路捡不了人头可以吗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可不可以、嗯、你一招他就找借口老板你怎么反教育上我了我说我打完伤害让你踢下来拿头你反教育让我不要拿头、啊、行那姐你正常玩吧没事我这边多那肯定是我这边多拿点人头可以吧
那你拿人头是必须的呀、嗯、我在下路给你打的这么垫的辛苦，然后你直接哦对送给对面了，嘿好啊没事，那你他肯定虚报单位了，文静真心疼你啊，哎呦啊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这把人都麻了呀，这什么意思呀，怎么我还不能说话了，你说呗，你说的话怎么尽恶心人呢，你要说话就说话嘛，没有啊我不去给你拿头，我不去，哎呦你怎么死了，哎呀失误了姐，这一波操作好呀，失误了姐，给人看落了，哎呀那我不还是领先韩服王这两个头吗，那你多厉害啊，你是韩服万分王者，哎呀师辈您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谎报数据了，刚刚你报的韩服王者到底是不是王者，你王者多少分，你快报，我是以前上的，很久也没打了，以前是多以前、大概多少分，以前打的了，老板怎么了，哎呀以前是多以前打的，哥们儿我上一个韩服王者我能吹一辈子，这怎么还能忘呢，韩服王者大概 S6 吧，大概，那你的韩服王者这种实力你不应该是压着对面打的吗，怎么才能是压着对面打呀，我三个对面2-3呢、哎、对面上单给我压着打呢，没看到吗，哎呀经典以前上过，我还以前上过第一呢，哦是以前上过你应该压着我们家打野打呀，压着对面打算什么本事啊，打人头局你压对面打干什么呀，韩服王者杀人不会杀跳单咋了，你不乐意看你就走呗，啊我麻了我麻了，我跳完乐意跳单是我的事，你乐意看是你的事，你怎么还支配上我了，我说还是你会点你，那你来直播呗，你看到没有，中路这里又有一个残血，你这么能教育我，你来直播来，你能不能去中路呀，你开个直播间，你直中路我也不去看你，把这个头抢了你再去上路呀不是我在这直播你教我怎么直播，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人你可以建议我，你怎么还支配我呢，你怎么搁这教我，教我怎么做，哎呦看谁拿人头了，哎呀我还以为韩服王者拿的人头呢，这谁拿的人头啊、哥们儿你确定你不是在演我吧你在玩什么呀，没演怎么这才三个头的 呀我演你干嘛，我都不认识你，我演你，你这数据真的离谱啊，哼拿人头嘛，到底是谁在拿人头、回家了打个那个这个叫啥来着，也不知道啥，不知道啥玩意儿，哎那个情商好低啊、那个、这主播你还行不行啊，那就这主播嘛，你看我姐妹都要急死了，你爱看这还没追上来啊，那没办法，真的高血压、啊、都要遭气出来了，都开始标不好意思怼的不是水友啊，怼的是压你三个头了还追不上来，不好意思啊、主播就这个性格嘛，真假的、你爱看就追不上来呗，不爱看就对吧，还差两个这中路又有一个可以拿头的机会，这下路这个哥们没大的，好好好又没踢，好好好每次有人头的时候都没踢，拿个经济问题不大，我就看你俩到底怎么事儿啊、韩服王者的不好意思没骂水友，啥时候骂水友了、我哪一句话就骂水友 了哎呦真不容易，我的意思他这怎么就不讲话了，怎么头操作，这要我的意思你这边搁这支配我，你说这个人在干什么，我啥时候骂你了，哎人家杀个人多不容易啊，累死了，哎呀你夸两句吧，麻了人麻了，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吗，这个卡莎什么，爱看就关注不爱看就取关嘛，这不就这么简单的事儿，那么麻烦干嘛，啥时候骂你们了，我可没骂啊，别瞎说，回家了，韩服王者还想来给头，你看又杀人了，我们家盲僧能不能把你我这个态度跟对面说，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我跟对面说咋跟对面说，我现在得把人头追上，我现在人头落后了，咱理亏，来个坟圈，来中路呀，来中路呀，确实理亏 了来中路，中路这一波能收，
但是我知道我武器后期好拿头的，我反正我不记得。这个老板拿不到，你也这个老板他不懂游戏，那正常的。那兄弟们平时看直播那都懂游戏了，我就随便一出手他就不行了，你就当他是小丑呗。是呀，我们就吹人头嘛，我吹上人头了，对面再叫他，再不前面说的话不都是小丑了吗？是不是拿头不就行了吗？哥们儿，我都跟你说了，我又不用跟对面讲道理，但是我跟你们讲道理啊，对不对？我刚才在跟你们讲道理，我就说你爱看你就关注，不爱看取关，那么简单。那我不能跟你们不讲道理啊，是不是？对面我是懒得搭理他。人家吧，哎呀，人家急死了，还在压力人家。哎呀，行了。还有姐妹，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刚刚你看不就拿头了吗？是不是没毛病吗？怎么的？这下就不想选他了。我在跟你们讲道理，哎、你说我嘴疼。我就知道不怎么地，他不是韩服王者吗？我看就不怎么地，那我就没跟你抢，怎么了？可以。哎呀，还好你跟我抢了。你们就是典型的我跟 我跟我媳妇吵架。哎呀啊，我是很有道理的，结果他理亏，结果来说你态度不对，讲道理，你的态度有问题，我就要跟你吵架，就跟你平时女朋友跟你吵架，这个时候你怎么想？你没办法，幸亏是不是？你很难受。我点的是我家这个，又他来句你态度有问题，不讲道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领先了四个头了？我真的是。四个头，四个头呗。四个头王怎样发育？要我说，你点的这是假肢吧？幸亏我点的是我家东东，不然现在被假肢折磨的就是我了。来句我态度有。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刚才是谁也想要他的呀？哎，我可没想要，我就觉得点我家东东挺好的，得亏你帮我拿了。回家来一个水银鞋，还得是你会演蜘蛛。肯定的。哎呦，非要跟没打好就被压力呗，那很正常的，打得好就。压力会转移的，打得好自然的压力跑到对面去了，跟跳不跳单有啥关系？你平时接单你打得不好照样被压力。东东真有两个头，抢不过得冲冲。为什么呀？凭什么呀？东东这个地方这个头你留个亿你不就直接收了吗？为什么能把这个头给到对面的打野身上啊？我真的离谱啊。1000块拿来了姐，别叫人头差四个呀哥们儿。可是杀人了，可是杀人了，又拿一个老板。点他的不是我，再追了。哎呦，你快别反超了，别让他追上来了。老板再反超了，别着急。没事，太阳姐，这不还差三个呢吗？那咋追呀？幸亏点他的不是我。好起来了，老板。文静，让他好好加把劲吧，嗯。好，得追人头了。他后面他这个装备虽然说伤害高，哦、但是他脆。打我们家东东，打我们家东东不应该是这个版本不是对面秒他就是他秒别人的，伤害高。加把劲啊！嗯，好嘞，大眼睛。14级，我等一下肉起来了就没这个盲僧什么事了。他现在虽然说伤害高，看到没有？看到了吧？知道看到有看懂游戏了没有？没毛病吧？对对对对，踢！快！我发力了，我倒要看看。啊，你看，哥们儿，这个 Q 你不牛？你看看，哎呦，他怎么追回来了？你看，差一个，差一个，差一个，你看，看到没有？三杀了。干什么？没事，大姐，伤害高，我抢不过他，没关系，他脆。能不急吗？是不是？咱得看懂游戏呀。哥们儿，你这个 Q 不扭掉吗？你这个 Q 扭掉可以杀5个的呀，又少杀一个。老板持平了。你让这么个假肢。老板持平了。啊，你让这么个假肢追上来了。哦，假肢。持平了不是最终目的。十杠二是假肢呀，哥们儿。不是对面那个，你这个老板是不是你是不是那个脑子有问题啊？啊？你什么态度啊？我就是态度啊，怎么了？你是我老板，你举报我。你还是这个态度吗？投诉我。你还说上我了？你以为我不能投诉你是吧？你怎么投诉我？你是我老板呢，你投诉我。哎、我看在我老板面子，我懒得搭理你，你一直在那叫叫叫的，我这是什么假肢、啊？哎，文静，你看吧，就这个态度。我10-2怎么了？有问题啊？打的有问题啊？嗯，韩服王者就这个态度。啊、韩服王者就这态度，怎么的？哼，我以为多厉害呢，到现在也才平啊！你韩服王者打我们家东东不是随便打吗？怎么也没随便打呀？哦，随便打吗？那搞笑呢你？那像你这么说，那个职业比赛的话，那分数越高，那比赛不用比了呗？
直接就是判他们拿冠军了。哎、兄弟，关键是你韩服王者呀，那不就行了吗？让你老板瞧不起你啊！以你的意思，那个职业比赛那个段位直接段位来那个发奖呗，发奖杯呗，别比赛了。我姐不就是搞笑？哎呀，就说了一下事实，你怎么还上了呢？事实你也是个那个叫啥来着？你怎么还在下路带线呀？我们在这里打团打得火刺火刺的、哎，然后你不是来收人头，你在下路带线，下路有什么呀？哎、有我下路带线发育啊，老板，没有人杀我就打钱了。别发育了呀，拿头呀！哎呦，压三个了，还好啊。急什么呢，这个、老板？怎么这么急呢？哎别急嘛，还好这个韩服王者被你点了，我没想到啊，还是个反骨的。你人头差三个了，坏了，姐。哎，我来个吸血鬼结账，我来个吸血鬼结账。没事，姐，还是压三个呢。这一波来中路，这个人必死。快拿！哼，哎呀，还是压两个。好，追头呗，追拿头了，不要紧、啊、问题不大，我就拖，我现在就拖后期，拖看他后期个瞎子怎么不死，难以接受，哥们他死了我就全杀了，没事，得动点脑子。来中路，这一波有头，半残，嗯，来了，赶紧去杀人，赶紧去，他跑了，我也去了，不要着急。嗯那个姐没人杀的时候我就发育一下打钱啊，算了吧，你们要打架了，你跟他们去打团，姐看到没有，他死了，看到没有，你跟他们一打团，你把技能一留，你看到没有，你看到了吧，这游戏就这么玩的，这游戏你看他现在很脆的，就很容易死，好吗，你不能这样，你得杀人啊，你别让他追上来了，现在就差一个头了，你看追上来了，你看都压上了，给机会了呀，哎呦，还行吧，老板简简单单四杀收入囊中，反超两个，稍微好一点点，还行吧，姐现在开心了吧，稍微好一点点，你看看，按照你这个实力超他两个不至于吧，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碾压就打的呀，那老板你超得超五六个才对呀，姐你那行吧，五六个还行，拿五六个呗，呀没蓝了，有蓝的话高低得反杀一下、哎、呦没有蓝了，真的假的，这五六个真的是我对你的最低要求，最低要求你跟韩服王者打他这种局，你不能超个十几个、哦、几十个，你来接我这种单子啊？哦，那行，你的意思我就应该超他几十个呗？嗯、那是啊，你这实力摆在这里，但是你的技术好像没有跟上，你报你这个实力、啊哎。我们家可是又杀了一个了，嫌少是吧？看看到底怎么事？那个老板，我落后一个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嫌少呢？就是反正一个嘛，不值得。怎么我一超他两个，你就觉得嫌少了？啊？嗯，因为你的实力报的是韩服王者呀，你报了这个实力，但是我感觉你没有打出这个实力啊。这还没打出。你让我觉得你跟他是同分段选手呀。那还好吧？那高分段本来就相差的不多嘛，高分段，正常的。你就韩服王者叫高分段相差的不多，那确实不多呀，这是哪来的歪理啊，那你哎这样吧，我跟你说啊，那你一看平时就不怎么打游戏，那分段高都是这样的，正常，哎你看我们家又杀了一个，他就是一个谎报到位的，人头拿的少也就算了，那是歪理一大堆，哎你要杀了、哎、这能被五 GK 拉，你先死的，你先死的，他这不就是 K 头吗？我告诉你，就 K 了，你真的应该投诉一下他。为什么投诉、啊？你真的该投诉他，他刚刚还敢在那里说我。我赢了还投诉啊？他现在说我，待会就说你没有天理了，没有天理了，没有王法了，输了不投诉，赢了投诉，咋回事啊？你真的，我对你这个太惯着他了，期待值真的是拉满了的。那行呗，那给你多，那我多拿几个呗。你应该是要碾压这
我们的瞎子打的才对。碾压了呀，姐碾压了。干什么呀？碾压了，他带个猫呢。两个人头叫碾压呀。他带个猫，才我都抄他两个了，他不带猫，我得给他抄他四个。你看三个了。猫之前是在我身上的呀。哎、又找借口。你是不是又抄一个？又找借口。三个了，老板数一下啊，三个头了，数一下。哎，真的，你去投诉吧。他刚刚还那个态度不行。我态度挺好的，老板，我没怼你吧？老板，我在给你讲道理呢。哎、但是你他等会就要怼你了。哎，你都不听呢。要是你报的韩服王者打的是这个数据，我何必叫你打呢？搞得好像我没有固定陪我玩一样，非要叫你来打。那你这个老板，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哎呀，我们家又杀了一个。那副王者怎么才压两个啊？关你屌事呀，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啊，我老板说我几句，你怎么还插上话了？哎呀，又杀一个，怎么才压一个呀？咋了？我老板花钱点单，咋了？让你来教育我了？啊？哎，行了，文静，你实在不行换一个吧。我吧，我就看不惯这种骗单的，我也心疼你啊，姐妹。我人头落后了，骗单，啊。我真的麻 了，怎么又平了呀？这头怎么兄弟们反不反骨啊？压反不反啊？回事啊？三杀呀！巫术合计啊，巫术合计，真的换一个吧？哎，听你们的，反不反骨？反不反？韩服王者，我不顾我姐妹的姐妹情，我都要把他挖来。结果挖来是这种表现，玩的还行啊！哦、我的妈呀，真的是感觉玩的还可以，我挖了啊！夸夸在打我的脸，文静，咱们正义一点啊，正义一点，咱该投诉投诉，该换人换人。这种骗单的，你说你都不知道要坑多少人。这还骗单吗，兄弟们？我这次打的还行了，没王法了。哎呀，抢人头这个路人。就是每次接单就说自己是韩服王者救人点、啊，必须反骨，先听你们的好吧？点什么呀？我听你们的。这波操作为什么会被阿克上把这个头拿掉了呀？你们这建议我必须得听。你的怨还在你手上呢，凭什么这最后一下鱼没出去给阿克上平 A 掉了？韩服王者想让人头让队友发育啊！太恶心了！我这一棒槌给你敲的。他怎么杀人了？你快去杀人！我去了去了去了，姐！我站了，我打小龙没注意。哎呦，还是压着，没事，嗯。怎么跑呀？咱们跑不掉。这韩服王者，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回家了。你们俩一伙的吧？你们两个，你们俩是不是点个陪玩来那个折磨的呀？啊？谁折磨你了？你不是技术厉害吗？主要是不是自己报的韩服王者呀、哎？咋回事呀？那个对面陪玩落后，这个你们怎么两个不压力他呢？我寻思咱们得公平对待呗。他也没落后啊，刚才我领先他两三个的时候，他又不是我点的陪玩，我压力他个什么鬼呀、啊？我要的是我点的你、哎、我对你的期望值是拉满了的，你对我期望值拉满那对啊，正常呀，那我领先鼓励我，那个落后压力我，对吧？你我领先你也在压力我，那我不接你的单了，压力太大了、哎、还不能压力你。哎呦天哪，点不点的那肯定不能压力呀、啊、我接的是技术的钱呢。我人不发了，不是，我接的是技术的钱，不是来挨骂的钱呢。你也没技术啊。还行吧，至少你家陪玩也没领先我，还行吧。你这报的韩服王者跟他是平级的，还行吧，就偶尔多一两个头。他还带个猫呢，但是没关系。猫怎么了？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他很脆。哎呀，文静，我跟你说啊，这个男陪一看演不下去了，要被识破了，骗单，现在不想接了。你投诉他，赶紧换一个吧。你钱还没给呢，我骗什么单呢？真的挺搞笑。是，我真的是麻了，这个头拿。拿不到啊！这个头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我换一个收集者吧，他有个收集者，我也换一个。他全输出的伤害比我高，没事没事。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嗯，不要急，那个老板还是那句话，输了随你怎么说，但是游戏还没结束，这把先相信好吧，行不行？这很难评啊，我祝你成功吧，文静。真的假的？可以吧，老板？你实力真有韩服王者吗？
那肯定有啊。怎么感觉这有点吹嘘啊？怎么感觉？那还行吧，那确实有点吹的成分，但是还是上过的，好吗？啊，啊，咋上的呀？找人上的？咋上的呀？跟你有关系吗？咋上的？跟你有没有关系啊？哎呀，我是不觉得有这个技术啊。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没血了，太脆。哎呀，真的，你听我的吧，文静，你现在赶紧，你把客服叫来换个人吧。那、哎、你今天晚上得输多少人头啊？死，死死死！哎，漂亮，死就好。哎呦，漂亮漂亮。哎呦，死了不还压你一个吗？有能耐别反，反骨也是你们说的呀。文静，你就兄弟们，你们说叫我反骨的啊？换人。我反不反都行的，制作现在也可以，但是为了不让观众受气，刚进来的时候我听韩服王嘴，这个鼓我反定了，因为不能让你们看直播受气，然后就给我打成这样，然后还比你落后一个头，我真的我人麻了，我真人麻了。没事，虽然说他说的是我，但是你们在受气嘛。要不你换个客服呗，兄弟。没事没事，你让客服再给你找一个。打完这一把先，打完这一把先，我真的是。买个愤怒盒，头一回，真头一回，玩了这么多的这个局，我真头一回遇到这种。玩的还行吧，这一把压力有这么大吗？这把玩现在换人吧，你这把换人还来得及，这把玩高低都没失误的。你这把还打完这把、哎、他最后赖着不走了，还他妈想抢、哎呦这个、打完这把你们叫我反骨的，我真不知少爷的，我都一直讲道理的、啊、这样的好吗？老子上什么韩服王者啊？这个技术，我都是讲道理的。我咱都不是说实话，跟着。不有多厉害？这老板确实有点不讲道理了，那没必要帮他打了。怎么有个老六呀？对吧？快来快来，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头。真是你们让我反骨的。哎呀，拿得到吗？闯什么？闯！反。持平，你拿不着又平了。反超他几个，他没话说、啊。我多超几个，这个老板没话说的。你在这儿给我玩心跳是吧？我说这有三个头，好，给我夸夸收两个。我这老板不跟我讲道理的。直播间有些水友他也不跟我讲道理，我讲道理他听不懂。就心疼你、啊，就跟这老板一样，讲道理听不懂。你换吧。我直接反骨，直接就反骨。嗯。玩的啥呀？但是我有个前提，我这把必须得好好打，哎哎、是不认为这前提有，我得多抄几个，不然的话。要是他有的话，那照这么说，我应该也有了。不然有点理亏了，有点理亏。是呗，技术不差不多吗？但是我从比我家东东还厉害。游戏开始到现在，我没有对老板就是怼他骂他什么的，都讲道理的，好吧？这个大家也看得清楚，咱都是那个公正的啊。不能多去杀几个啊。好好打，好好打，没事没事、问题不大。我得多抄几个，得多抄几个。他现在有个猫，不太好死的嘛。我又有四个人。别，不太好死，他死就是我的德玛西亚。好。哎，怎么事儿啊？这波我没大，你能收就收。呜呼呼呼呼呼呼！这怎么啊？不对，两个闪，被奈斯好跳啊！他没闪，他没闪，奈斯是呀，他这武器一直在后面看着呀。还有一个呢，我死了。对嘛，你就这样打吧，让他们先把伤害扛的人头不就是全是你的了？我操，这波打得好，反正也就那样吧，也就那样。好不容易等着我们死了，他上去 K 几个嘛。老板还行吧，四杀这一波还可以啊，差点五杀了。这波可以，这波可以。嗯，还有个人。不就是上去 K 的头吗、哎？有什么可以的？哎，投降了，哎、我真服了。你赶紧换一个吧。哎，投降了，老板还行吧？真的就这，领先四个头、这个、还可以了。还不换啊，文静，态度没有，技术也就那样吧。你换个厉害的吧。怎么投降了呀？对面怎么咋回事呀、啊？投了。哎，投不投降你也是赢不了，他们赶紧投降，你还能稍微压两个，你还不换啊，文静？啊，说话不太好。坚决性。看到底你们俩这把人头怎么事儿啊？反正我吧，我是觉得技术就是从人头上体现的呀。那你俩人头也拿不出来什么东西，那不就拿人头讲话吗？
30秒到达战场，是不是？碾碎他们。哎，反正我觉得就那样，你非要点点这个，还要继续点。那客服说啥你就信啥呀？怕我走了，你怕我怕我不走，你赢不了啊啊！哎，什么有什么赢不了的？我以为你多厉害，你装什么呀？那还行吧，就是呀，那韩服王者才压我4个头。上吧，你偷着乐吧，上一把对面点头了，不点头你高低得输一点的，懂吗？哎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呀？我说这个，我真没看出来你上把多厉害，好不容易拿个刺杀，累死了吧？那挺好的嘛，觉得我不厉害，那你老让我走干嘛呢？啊，哼，我就是觉得，我就是心疼我姐妹。哎呦，我跟她好歹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哦、玩这游戏玩这么多，我那没关系啊。心疼她输钱，你心疼她能理解吗？要么这样吧，你心疼她的话，我杀一个头算2个头，你们算1个头。这么心疼，哎呦，让让呗，这有什么的？你现在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对对，你光嘴巴你就是觉得你光嘴巴说，你行动上面也不让的，也不心疼你姐妹。哎呀，行了，我吧，我就是怕我姐妹受罪。你看，点了这么个假肢，没事，太阳姐，不用跟他说了。你看我这把虐不虐他？一血，不好意思啊，加一个头。哦、，nice， 这不可以啊。嗯，老板一血加一个，好不容易杀个人，可是让你装上了，加一个就是2个呗，可以可以可以、一血加一个还行，这波不错啊，这波不错，嗯，还好，玩的啥呀？就这就夸上了，那肯定啊，一血还不夸吗？你就等着我们家东东，等着我们家东东多杀几个吧，嗯，你多杀呗，你多杀点啊。嗯，我看我们家东东怎么压着你打的，你就看吧，这人头嘛。老板，那个千珏好像不是战士，千珏是吗？我不知道呀，到时候咱们去那个商城看一下，千珏是不战士呗。哎呦，去看一眼，去看一眼角色定位。好像那个我记得千珏好像是4个吧。我说晚了，我说晚了，哎，别说我家陪玩啊，等我压力的他不会杀人了。我一开始是以为老板指定你，嗯，哦，我一直要好好听呢，那是你以为，下次注意点啊，那不是我以为，不是战士的话可是要罚10个头的哟，没事呀，我出战士装不就行了吗？哦，这坚决那不就是战士了吗？装也不行呀，哼，哎，行了行了，看人头讲话嘛，你现在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啊？反正我觉得他就那样，反正现在已经是差着10个的呀，记一下，哪儿差10个了？12个，12个还不是10个？嗯，千珏，刚刚你讲规矩的时候，你男朋友没有认真听是吧？他肯定不认真听，刚刚都说的呀，规定。混单是这样的吗？玩什么混单是这样的，只能选什么的呀？他为什么要认真听呢？混，对不对？别说混不混单了，赶紧去杀人啊，东东！你让这么个假肢拿一血了。在路上，在路上，太阳姐。哎，没事没事，哎，来了我来了。这一把领先12个头，很不错，稳住就是胜利。稳住就是胜利，是的呀。对，稳住就是胜利。有踢的话可以来，没踢，没带了，怕你到时候说有踢，为什么不踢下路，直接不带。你看，你也知道我为什么要说有踢，又在这跟你顶嘴呢？就这个态度，又在这跟你顶嘴呢。跟你有没有关系啊？对面这个老板，啊，跟你有关系吗？嗯。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听着呗，你一个陪玩，你跟我顶什么嘴？为什么陪玩？对呀，我凭什么听？凭什么说我老板呢？你老板是个什么东西啊？我听你老板的。静静，你这样，哎，你看人头群里那些女老板说的，真的有人认识他？你看对他说的那些评价，那这陪玩有点意思呀。去看看。好的好的，我切屏出去看一眼。哦，哎呦，诺手怎么进我野区了？怎么个事儿啊？进野区杀狗呀？怎么了？有点东西。没问题吧？这么晚，那怎么办？那没办法。行了，现在人头也平了。
哦，原来群里聊的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件事是说的他呀。不然呢？我还以为啊、哦、确实有名，确实有名。你赶紧，反正现在说是都杀一个了，他你再追一个人头，人头就平了。哎呦，哪有？先决不是战士，得罚十个头的，加起来一共十二个。哎，无所谓，反正肯定是能追上来的。他到现在也没杀人啊。站着，我来了。他又来了，我不去。他又来了，我不去，让他自己在这里坐牢。怎么死了？没事。怎么就做局了呀？群里不是说我很，应该是说我很厉害很帅吗？算什么小失误？说应该是有八块腹肌。主要任务你就给我杀人了。然后是群里的审核，是群主的弟弟，应该是说这个吧？我老板应该要舔我了。相信我，讲道理。嗯，他包杀不过我。没事没事，我们这把应该群里的老板应该说，哎，今天是你不领先的，反正你点的续杯啊，能让我呗？你能让让我吗？我想点他今天。你就是听那客服说几句，你耳根子软呗。你看这千锋王者到现在还是只杀了一个。他都这样说了，你确实不好吧？你不这样，哎。反正我看了一眼他群里说的原来是这么个事儿，那早知道肯定不是这样的呀。不重要，没事啊，佳佳又追上一个。打完之后才开始才知道的吗？行行行，杀一个杀一个。应该群里面都在夸 我干这种事儿，在舔我应该。哎，你怎么会错局？这怎么说呢？这不好说呀。我，哎，我给你，我那个胆子给你说啊。行，我们悄悄的聊，单独聊一下。啥话要打字说？都自家人，咋回事？没啥，哎呦，你打你的呗，你多杀几个人再说呗。怎么上路这么和平呢？我看一看。我当进化领先，哎，怎么领先十个头了呀？哎，别急啊，我天使的英雄后期有点猛的，有点猛。好好好，你慢慢打啊。这把领先十个头压力没那么大、回家了是不是？哎，回家了。反正现在你人头多一点没关系，压力放缓一点，上一把的压力已经过去。星辰间的正义指引我的剑刃。行啊，没问题、啊、哎呀，这中间就得一圈、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嘛，是吧？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早点发，中路交闪了。你早点发嘛！你把细节给我发清楚嘛！你发个大概，我怎么知道呢？你把全部的那个给我截过来。我看人头啊！哎，你看，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头。哎呦，玩的啥呀？哎呀，这不是我的道理。哎呦！哎，你不用管别的了，松松，你就好好打游戏，好好杀人就行了。我多打点人头，知道吧，松松 ？OK OK， 知道了。你不用管别的。看样子我能排除他在，我能排除他在群里面说我帅了，应该我能排除了。应该是说一些坏话了。那行，这老板的话，刚才跟他说了一些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如果说我长得帅的话，应该直接就当着我的面说，虚备你真帅。对，这波看来是不好的东西，那我们得小心一点了。小心，这一波要坏事。我操，这不这，这一波要坏事。你怎么让别人杀人了？回家。看来不是说我帅了，这我也没想到这能杀得了。应该是输外，是我1.5米。可以可以，直接操作，这步直接操作还行，问题不大。坏了，我还得死。哎呀，我操，还行还行，还是保持在十个头的，不错不错。回家回家。怎么十个呢？这不九个吗？咱们得用排除法，没毛病吧？一杀一血有两个。
哎，那只能说你这没玩真不认真开的，对不起，你今晚惹错人了。哎呀，不用管，你现在你也别管别的了，东东，你就去杀人。OK， 我带杀，我带杀，带上去。没事，就咱们就见机行事嘛，对不对？发生了，咱们就相应的措施嘛，没事。我又不亏，你看又拿一个，丹姐可以 ，nice。我亏啥呀？行啊，两个头，多去杀几个，多去杀。哎呀，我们得注意一下老板的操作。多来下路抓，下路这两个人挺好抓的，你多来下路啊， okay。 你就该来就过来啊。好，他们应该第一把觉得我的实力也就那样。对吧，能理解，结果应该知道我群里应该是有悬赏的，然后他帮一下应该可以拿到这笔钱。哎，看一下这上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上单的位置不太好，他应该觉得我第一把，哎，我他妈正常打，我一把才给他赢他妈两个头，我他妈差距怎么越来越小了呀。我到时候这个演一演我这陪玩的，到时候我能拿这个几百个上千的悬赏，上千的人头的悬赏，你都给我杀点人啊！人就这样吧，对吧？就看你了啊！这老板，我老板应该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对不对？没毛病吧？因为从他的话来说，从他话听起来是他之前群里说的呢，他没有仔细听，原来说的是我，应该呀，对不对？没毛病吧？而且不应该天使更好补刀吗？我这上路看一眼呢。那个老板，你玩的是露露呀？我不能懈怠。对呀，我玩的是露露。哦。杀人去杀人去杀人！上一把女枪大招给你的留头没留到嘛？这把换个保护的。好的。一切只为了人头。OK。OK。没毛病。我回家脱个装备，看见。我来扛可以杀。没毛病，哎呀，没毛病，装备去把人杀了。没毛病，没毛病。来了，我再杀。没毛病。哎呦，这怎么被他拿了呀？怎么让他 K 了？我应该拿的呀，都我打的伤害不给我拿，谁拿呀？难道给你啊？哼，应该没觉得都是你打的伤害。我应该拿的呀，我应该拿的。完了，我被推出去了。我有事，我先走了。我有事，我先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毙了。哎，看见多杀人，你不知道在玩什么，你不能让这么个让他杀呀。那我肯定也想杀呀，他留着技能，我有什么办法吗？买个啥呢？买个幽魂面具。别急，你别给我找什么理由啊！反正你，哎呀，我已经点这么个。反正我看也只会 K 了。那个老板啊，你现在所想的和那个你将来想做的，我希望你谨言慎行，好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就说那么多，好吗？说啥呀？哎呦！啊啊啊！你什么意思啊？你在跟我讲啥呀？我就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跟你说一下嘛。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有点听不太懂啊？我刚刚就说了，他都敢跟我顶嘴，能不说你吗？这谁顶的？这螳螂去哪了？找一找。他这什么意思啊？哎、逮到了。来，变羊。杀人，把这个杀了，把这个杀了。哎呀，老板，别给他带盾呐、啊！怎么回事呀？哎呦，你管呢、啊？怎么回事呀，老板？哎、这干什么？给他套盾什么意思呀？怎么来这么多人呀？老板，别给他。这波团可以打的呀，不是，我以为你在后面可以收人头的呀。不是，我收不着人头，跟你帮他有什么关系呢？啊！不小心点错了一个盾呗。攻击性这么强呢？那下次别点错了，老板。我放大招把人抬起来，你放大招过来接不就好了吗？回家了。那人头不就是你的了？他扛的伤害、技能伤害呀，没问题呀、啊。
你在教我做事啊？现在开始说你啦，哎呀！对啊，他在教我做事啊，怎么自己玩的不好？你有本事，你有本事，你不是韩服王子吗？你有本事你就杀呗，你叫谁帮啊？你杀呗，没有意思。你又说上他了，老板说你啥、哎、你听着呗。不行，我不能站前面去了。哎呦，你怎么？我你在干什么、啊，东东？老板怎么说？我也没想到师傅他能捡这么多呀！这一波怎么说？没毛病吧？啊、小小的四杀，哎、运气运气，这波可以呀、啊，这波四杀不错呀。啊，又运气了，运气没我拿头就运气，能追太阳姐。你最好是赶紧给我追，你都这么帮你了，不，哎，不是，你赶紧给我追呀、啊！好好好。把你技术拿出来，知不知道 ？OK， 站下。玩啥呢？在？我操！这诺手一个 W 一个 R 我就死了，太阳姐。到底不 Q？ 哇，真这我操，这伤害我没看懂呀、哦。人家都超你三个了，你在干嘛？超你四个了。嗯嗯没事，四个而已嘛，这才刚开始。十一个头，十一个头，怎么感觉玩着玩着我这数学也不太好了？稍等，稍等，稍等。十一个头应该是，目前应该是十一个头的分差，可以可以。十一个、十二个的，待会全给你打回来。你就想办法杀人就行了。我知道，太姐，我在到处逮人呢、啊，但每次我都被对面逮，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面的视野做得很好。你看这两波死的，我把把都被三四个人砍，这跟陈浩南一样，兄弟，带着一大帮兄弟就来了。你别给我这是反正找借口啊，我就要看到你杀人。这里这上面有一个人。嗯，没事。要杀人了，太阳姐！我操，这、哎，我操，这不能被他跑吧？干什么？没事，哎、他今天必须杀，快去杀！我再走。回枪，偏僻一下，5000块消费一下。追上了，太阳姐！哎呦，也就差两个了，现在。哎呀呀呀呀呀呀！老板，你干嘛呢？有事吗？哎呦，放大是吧？你不是在后面的吗？你不是在后面的吗？放大是吧？你以为我不看游戏啊？啊？什么什么放不放大的？人不就是放了个技能吗？怎么了？老板、啊，你自己打呗。你玩个露露，你还给他放大呀？我是让你来这里打，我看你在中路的，我直接放大招给他抬起来。演我是吧？行。嗯，这怎么就演你了呢？行行行，演我。嗯，推塔了。演你啥了呀？哎，真没有，他那个就是想保我，他不想看我死。你真是你，这么小心眼干什么？没事没事没事，我推塔了，不陪你们玩了。没有，这一把他中路在这个位置，明明可以来这里。没关系，没关系，不不不不，头就能拿到。不陪你们玩了，不好意思，没有时间陪你们玩。不是怎么了？怎么了？干什么？打完这把我直接走了。陪玩怎么回事啊？没事，我打完这把直接走。哎呀，没有没有，这才多久啊？没事啊。这陪玩怎么回事啊？哎呦，干嘛？就放了个技能嘛，这么小心眼儿。没事，打完这把直接走。哎、这滑板鞋好肥呀、啊。有点难受哟，推塔了，推塔了，推塔了！哎，推哥们儿，这才多少分钟啊？不是啊，哥们儿，这才多少分钟啊？这怎么就我们家的塔全没了，就直接上高地了？什么情况啊？我都已经给你带过去了，这一把而且也没有压力你啊。为什么你玩成这种样子啊？嗯、没事啊，你不这么帮他，我不陪你玩了，哎，帮行吗？没帮他，真没帮他，我看到了说什么？我看到了，还真没有。你看到啥了呀？我看到你帮他了，你看错了，这波是可以打的呀。啊，可以打，真看错了，可以打。对于他来说确实可以打，对于我来说怎么打呢？打不了。我的剑圣名为
你真看错了，你别推呀、啊！推塔了，推塔了，干嘛？推塔了，差不多了。推什么？哎呦！你说上一把是我压力了你，哎、然后我道歉也给你道了，然后我把道歉也给你道了，然后让你好好打这一把，这一把我也没有压力你，然后你给我玩成这样，然后你还压力我。我不是压不压力我，我打完这把不打了还不行，不接单了呢。哎呀，打不是你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这边的话家里临时有事，我就不陪你们玩了。说啥呀？就怎么有啥的？他不帮他不就行了吗？又没帮他呀，不就放了个技能吗？手滑了他啊？不是帮不帮？对呀、啊，我就只放了一个小技能，能打的局、啊。他在后面他不来，然后他跟我说：“哎，我在帮对面的陪玩，什么意思呀、啊？”我知道，不是你们俩的问题，我的问题不陪你们玩了。啊，你的问题，反正你这把就是不许走，你不许走。我为什么不能走呢？你这个样子走都不行了，你确定是来接单的吗，哥们儿？你别来搞我呀！你什么意思、啊？走都不行了，我就给对面放了个，走都不行了吗？我就给对面放了个技能，我让你来这里打架，能捡人头，能拿头。哎，不来，哎，不来也就算了，还在这阴阳怪气我，什么东西啊？你看看你，你这什么成分呀、啊？你确定不让我走呗？你确定吗？哎，不许走！我说了不准走。好，好，一言为定。好，双喜临门，那不走了呗？怎么呀？那先打完这一把。怎么呀？这话说的，先打完呗。这话说的怎么了？不是先打完嘛？那先打完再看嘛，好吧？反正你得陪着我们打。哎呦，老板说什么时候不让打，在什么时候不打？接单也要有接单的态度呀，这不是服务行业吗？怎么一直跟老板顶嘴呢？先打完再说呗、就是，打完再说呗。哎呀，啊、有什么问题、啊、打完说呢？嗯，反正现在就给我打，反正不许走，也不许推塔啊。我说的这把不准打，不准走。不走吗？在干什么？一言为定。不走就行，不走就行。哎呀，抢了一个头，坏了，又让这天使拿了一个、啊，又让我抢了，怎么办呢？报警吧。这是大事，报警！这大不是给你了吗？这大不是给你了吗？又说他帮别人，哥们儿、哎，这个事太严重了。这把大我抢你人头了，我抢你人头了。我说这里可以杀，你看你又走了。哎呀哎呀，你看看你，哎、你来杀呀！你看露露给你套的盾，套的E，你看这么能杀。哎呀，他打不过了，没有他。那个老板，我打不过他，我打完这把还是走吧，打不过他了。哎呀，走什么？都说了不许走了。打不过了，打不过了。说了不准走了。你们打不过你换个陪玩什么分、啊、不是老板你换个陪玩打不过他还不行吗现在不换就要你在这打哎呦你管我们什么换不换的呢你在待着就行了我待着就行了就是我打不过也得待着呗这老板想让你赚钱、啊、还有错了那我推塔了呗推塔了咱不是打的人头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推塔呢我打不过了我再让老板少输一点嘛、哎、你这还没看懂吗你这一天天的这一把我不想换你我不想让你走我打不过他怕了你了我打不过输了老板不太好我及时止点损吧这一把的话我这没办法了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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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这么能杀不要命了呀你这么能杀啊我感觉你打得很好呀你为什么要走呀哎呦我说了我不想换你呀 我感觉你好歹也是个好韩服王者呀我推哎别推他哎呀不要推他呀我推这什么意思呢推那我宠你一次呗免得你又想走了别走呀都说了不要走没走啊推塔呀没事我不怪你啊我都说了不想换你我感觉你这操作还是有韩服王者的实力的我打不过他我觉得你打得不错的、啊、不别那么大压力嘛打得过走什么走什么不说你了吗哎呀对面给我送四杀老板我操了那行吧你怎么回事哎呀对面怎么给我杀人啊送人头呢刚才卷水里啊太阳姐啊哎呦你别给我找借口啊东东你赶紧的去杀人你这么棒你这么打你都杀不了人吗别推了没推啊清兵线不让清吗没推塔别推塔了我推哎呀不让推啊哎呀我操五杀了我操怎么拿了五杀呀你们两个谁都不准不是
不准推塔了，等一下对面点了怎么办？这些兵线没人出来清理怎么办？没推，他兵线推的，不怪我。别推了，兵线推不是我的问题。去打人、啊！你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清兵线。啊、不能再放了，哎呦，再放我死了，推给推了。姐算人头，哎呦，算人头还行。这把的话，侥幸赢了一把，拿了一个五杀。姐，你确定不让我走了？哎、我都说了那么多遍了，不要推塔，一直推，不推。那没办法，那啊，怕某些人推吗？哎，说这种话，那上把不是你一直在推吗？那上一把没有这个规矩，我肯定能推。这把有规矩了，肯定是推不了的呀，对不对？好，是不是？哎呀，这把打金属吗？坏了，我打不过了，坏了！看看你怎么事儿，我看看你上来怎么会打不过呢？起压力了，哎呦！坏了！上来就起压力了呀，兄弟！坏了！怎么回事？哎呀！我还王者吗？这怎么开始说坏了呢？投降发五百个头啊！投降！不会发起投降的，你放心。坏了，我魔抗都没带呢，这一把我都没带魔抗，我打怎么打金属啊？全军出击！嗯，这兵线我看看啊，看看怎么个事儿。坏了！下次三级再。这是谁啊？这个露露是谁啊？这露露。哎呀，我就看看兵线嘛，我哎呀。这么玩游戏吗？我不是走错了，我以为走错了。走错了，这么恶心人吗？啊，不是，什么叫恶心人？我说了走错了，不让人走错路啊！你眼睛瞎了呀？走错路了？你是盲人呀？干嘛不让人走错路啊？走错了？什么态度啊？这么恶心呢、啊？你走错路了不行啊！你又走错了，烦不烦、啊？没事，来我们下路。我每个 Q， 我每敲一下都是你操作有机会的坟墓的碎片。太狂了！又让你装到了，有点嚣张啊！这哥们儿有点嚣张。敲你的碎片。我们即将迎来清算。走，他二级。这么会敲，走，给他变羊。给他变羊。掘墓也想玩的，但人头局不厉害。狗头厉害，狗头最厉害。他觉得掘墓不厉害，其实我觉得狗头好像没有特别厉害吧，在人头区里边。我看那些厉害的玩的都是什么法刺呀、战刺呀，都是这种。那这玩的坦克类的，那瞎子杀人了。哎呦 ，Q 错人了，可以，我操！坏了，手感有点差，现在手感有点差了。没事啊，姐姐们，这种级别的垃圾我还没放在眼里啊。你是什么级别的垃圾袋？这么难做？哎，反正已经杀了一个人头了。哎呦，讲什么？哎，是呢，怎么回事？那肯定没有你寒服王者厉害呀。那肯定没我厉害啊！你不前两把都输了吗？死废物！这把就是压着你打，你别管了。这把你压呗。我玩恶心队友有什么办法呢？恶心队友。到底压你多少个人头啊？哦，有恶心队友。说你老板刚才送了个一血，哦，这把可以啊，把一血送给那个金属大师了。一血送的。这把可以的呀，什么叫我送的？没我没送啊。还举一个头拿下呀。没事呀，我沙漠死神。我那个是走错了，我都说了。我沙漠死神啊，现在。那你能不能杀人？瞎子这一波可以拦下呀，可以拦下，有人偷打的。来了，下路杀人，来下路杀人，来下路揍。OK。沙漠死神。稍等。哎，你们上把人头还没，你们上把人头还没算账呢，怎么不算啊？哎，你管我们算不算？我们自己的事儿，你管着吗？也是，确实不关我的事，但我提一下嘛，不然。我赢的老板那个赢的头还对不对？到时候多赚一点呗。确实不关我事。有什么关系啊？确实跟我没关系。那我说这个话也跟你没关系。哎呀，你让他杀，你让他杀。我失误了，对，我失误了。A 得到吗？
闪现加上了。哎呀，我输了，干嘛你要去杀人啊？东东，我再杀呀！这我没下一波再来吧，下一波再来，一定要杀人啊！一定要多杀！我再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下一波下路双人组是都没闪的，都能杀的。OK。慢慢打，不着急，我们三打一还能揍不过我，还不信了。就是这么狂，那我们三个打一个。嚣张啊，这哥们儿！舒服。哎呀，我这 Q 兵太爽了，真的上路。没事，你慢慢叠吧。我这上路就叠叠叠 Q。我杀多少了？我这叠 Q 叠的太舒服。你叠呗，还不完整啊？这么狂，那你到底什么事？回个家，回个家。叠我把下野区刷了就来下路了。什么东东？怎么有个怪物？怎么有个怪物呀？这是，这哥们儿的钩子要好 了。哎呀，这上路怎么事儿啊？他打不过呀。那我让他杀不掉人呢、啊？这干什么啊，上路？哎，我教你吧，你去中路杀杀人吧。你不行，你去中路走走吧。你们都三个打一个了，打不过呀。那是。怎么办？可以，好走位。这不是心疼你吗？教教你嘛。怎么杀不了人啊？哎呦，让人压成这样，兵线又进塔了。等等，我们来找吧。等等，我们来找头。OK， 我等，我把这图也刷完。回家。哎呀，这么狂！六十分钟。三打一呢，找了个冤大头给你做担保。六分钟。以后还装不装了？六分钟，六十个头，这把起飞了。哦，好推。这把真的起飞了。对，来了，能拉人头，能拉人头，怎么？来了。Nice！ 哎呀，压几个头了？我们看看。四个了。都压几个了？压四个了。可以拿下。只能 Q 兵现在。再刷野。反正不推塔。三打一。三打一的快乐终于让我体会到了，是吧？我来了。哎，你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快快来，快来！不能拿太多头，拿太多头。再干！这个人头，这个人头送你嘴里，赶紧的。OK， 牛逼！让我们看看上路什么情况呢？哎呀，我们家狗头怎么回事？我们家狗头怎么回事？哎，狗头在干嘛？我得击杀。还是我们姐妹玩的好呀！我们姐妹上路送的那个送的太到位了。这下压力给上单拉满了，走错了，我杀他了，真走错了，没事，这一把真的打得好，好，这是多厉害呢，张嘴，直接把那个站位直接给他调出来，这个版本星之钢不是神话装，感觉应该开局就到最后，算了，不出星之钢了，玩嘛，看他怎么玩啊，这一把，出三项加焚天，太狂了，必须搓搓他的锐气。哎，他刚才说什么悬赏不悬赏的？哎呀，得亏他提醒我。肯定不让兄弟们收气。我这一把不推塔，不推塔能打后期，我能选一手狗头人的。来杀！好说。来了！这大我了！不能让兄弟们收气。技能交我身上了。这个金属确实有点难打。你 ，nice！ 操了。在干嘛呢？这把有点悬了呀，这把。汤姆斯，怎么回事呢？这把有点悬了，是吧？不杀野王者，先发育一下，不要着急，发育王者。八十。哎，不是，这怎么让他拿一个呀？哎，怎么杀人了？没事，不能差五个，不要着急。伤害不低的。哎，不低啊，这一点都不低啊。八分钟，83刀。他也是不容易，哎，好不容易拿一个，不容易，真不容易。那拿呗。这个补刀。我不信他还能翻天，兄弟。这补刀怎么 说？可以的，来，跟我来，我给你减个速。哎，他没杀，去杀，我马上到。再杀。哎，没蓝了。Nice， 还能杀。这个版本星之钢后期很厉害。没事，回头把兵线吃了也行。真的吗？回头把兵线吃了也行。那算了，真的假的？走吧。听你们意思。先走。我这 Q 没中，我啥也不说。听你们意思。听你们意思。
嗯，还在对线呢，这金锤肯定是打不过的。让他 Q 兵呗，快跑快跑、嗯、哎呀这瞎子又再一个加个血，打这么认真吗？ Nice nice， 好杀好杀，厉害。哎，这把稳了，这把稳了，心之高，这把稳了，必须稳，拿捏住，拿捏住。我看这沙漠死神发育到什么时候？坏了，坏了，这一晚上我说白了，游戏没白打、啊。可以的，那个兄弟们、哎，我们人头局的狗头，没事没事没事，怎么出装、哎、是最强的。我相信你们的游戏理解肯定是比我厉害的。一定要拿人头啊！你别的，我虚心请教一下。相信我，相信我。人头局，咱们狗头怎么出？我本来是想出三项加焚天加冰心的，但是你们说出心之钢。我们下路，你看看到没有这个残血，对你的吸引力大不大 ？OK， 我再来，我再来，我还准备就再就三个野。哎，咱们就说等下一波。他们怎么这么开心？稍等，稍等，没问题。他们开上香槟了，对吧？这金属太怂了，也打也不跟我打的。没事，再等再等，我有大了，来来来来，我快到了，我快到了，可以上去打了。我给他们声音关系。谁上来打？谁上来打？给他变羊。心之钢加巨酒，其他随便。心之钢好打。这个版本不是神话装备啊，没什么用啊。哎，下一次有踹没？有踹没？哎，那、nice、可以可以可以，很棒！哎呦，我们家的狗头还在十一分钟110刀，这一把很肥，这把很肥。没事没事，杀人就行，杀人就行。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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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不看我的补刀，这一把。赢定了这一把，慌什么？他这赢定了一根赢不了吗？就是，你照这个趋势，你看看他怎么赢啊？赢定了。他上路还不王者，都没声音了都。哎呀，放心吧，压力有点大呀，压力有点大。坏了，怎么差9个了哟，兄弟？哎呀，我说、怎么了？上路那个韩服王者怎么不说话了？这天性就不爱讲话吗？你不讲话是因为天性不爱讲吗？有点 emo， 有点 emo， 压力。哎呀，你长得那个什么？你们这一看，哎，你们这一看就不会玩游戏。哎、你们俩赶紧送，等下对面点了，你家陪玩就赢不了太多头了，笨的跟猪一样、哎。用不着赢什么多少头的，你放心，打赢你就行了。你看看，你这个，你看格局太小了。是我们也不求太多，我们打过你。没事呀，主要是心疼飞飞姐。那行，那打完这把不跟你们玩了，就赢这么少，谁跟你玩啊？又不跟我们玩了，对呀、啊，你不送，你不送，不跟你们玩了，这么少谁跟你玩啊？行了行了，行了行，好好好好好，让我送是吧？行行行，那谁跟你玩啊？现在就去送嘛，我这么点头，没事没事，这么点头谁跟你玩游戏啊？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知道，哎呦，就是想让我送人头嘛。辛德拉怎么在呀？啊，回家了，我的我没注意。那谁跟你玩游戏啊？你这赢这么点、啊，谁跟你玩、啊？好好玩，好好好好好好好，听你的好吧，不送听你的嘛。嗯，不送，打完这把我走了，打完这把。啊，送送送，我肯定送。这个人头你他又玩不起了，他又玩不起了，他又说他要走的话了。你来我上路送人头。别走啊！你来我上路送，真的。你别走啊！你怎么来我上路送、啊？你不是让我送吗？你不是让我送吗？我送又不行，我又没在你身。没有想送啊，我这不是来帮帮你吗？行啊，哎，横竖左右他都不对，哎，是这么个理儿，横竖左右都不对、哎。我这不是来给你送了吗？你看我帮你打他呢。那行啊、哎，那给我增加点难度呗。你要么这样吧，你们两个都来上路给这个金属送呗，我打不过他我就废了。啊，对呀、啊，你让我送的吗？你不是你说的吗？我怎么着都不行是吧？不是你们俩都送呗，我打不过这个金属大师我就废了。加送吗？加送吗姐？你觉得你很有道理是吧？我很有道理啊，我讲的话都挺有道理的呀，是讲给那种听道理的人听的，不听不讲不听道理的人就讲不通，懂吗？没办法，软弱无力，八十要。八十，哎，等等我来帮你呀、啊！哎呦，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哥们儿。八十 ，nice， 哎，必须 nice。姐妹有道理，我们一起去。
来，你看，来，赶紧送，他已经打不过我了，你再不送，怎么我上路怎么办？我太顺了，这上路太顺了。来来来，来了，马上就来了，不要着急嘛。对你赶紧送一点，我看你们两个、这个、来了来了。我毙了，我毙了，回家了。说的这么有道理，哥们。我说的肯定有道理啊。对面这不露头了呢。我说的肯定有道理的。没道理我，哎呀，没道理我不说的，就是在送嘛，不是让人送嘛，这不是在送吗？哎呀，送的太好了，送太好了。哎呦，这辛德拉什么伤害？哎呀，这该给金属多送一点，就金属就克我金属。行，都听你的。哎呦，对，赶紧的。对了对了，太对了。我就 Q 兵，哎呀，太会了！我打不过这个金属大师了，我打不过他了。确实打不过他，好弱，我又弱又有伤害。我来上路，再来给你送两个。别姐，来跟我就好了，来跟我，然后我去杀人。哎，我打不过他了，我操！比他多就好了。我真打不过他了。哎，我再去送一个，我再去送一个。他不是非要送吗？他是想让我做，我就做嘛。我真打不过他了。行行，你去送一个，我来保护一下，我们下次再杀一个。哎呦，我真打不过他了。来了来了来了。OK OK。我真打不过了。哎，你们这玩的。没事。八十。八块。你也就是幸运了，遇着这么个没用的。八块。对面最菜的吧。玩啥呢咱？还行吧，咱好像打不过妖姐。八块，走吧，打不过就走。打不了。对面怎么会点呢，兄弟们？首先我们这边不推塔，对面的兵线肯定是推我们塔。对面推这么多塔，对面肯定是包赢的呀。对面怎么会推我呢？除非是黑子，除非是小黑子啊。你正常人也不会推呀、啊，也不会投呀、啊。是大顺风投降。这把没推到他，有点可惜。假设这个两个蠢老板搁这还送人。没事，文静去保护东东吧。我去，哎，他不是很狂吗？我去给他稍微那个帮帮他啊。行，要不我去上路也去送一个也行。行行行，也行，都行。你去上路，你去上路也行。那我去帮帮东东，哎，都行。这个东西，他不是，反正他怎么着，他也是，对，也是输的，肯定是输的。他觉得他很厉害嘛，来来来，我们试一试。哎，他输定了。你跟我打，想清楚。好嘞，想清楚。上路送你看我也死了，我正好送一个、他们更加不会点。哎，狗头怎么死了呀，狗头？他们更加不会点。怎么死？被单杀了，还不完整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不会点了，再来个三下。来来来来来来。哎，你看他们怎么会点呢？拿个峡谷，拿个峡谷。文静就在上路待着送不就好了吗？你看你送了我打不过了，看到没有？我真他妈服了。我真服了。先走一下，先走一下，打不了这波。哎，别杀了，盲僧，再杀对面点了，给对面送一个。妈紧张了。你看看你，你不会玩游戏呢，你这个，你这人没脑子。这不给对面送了吗？你看你没脑子。让我送，我就送呀。你赶紧的。我来。你不送对面得点了，你这赢一两个一哥两个的有啥用啊？是不是？文静去上路，那可是啊，是不是赢一个两个没有用？不怎么。哎呦，干嘛？我真我去帮东东嘛。文静活着就去上路。我去上路，我去上路。哎，没事，大家一起去嘛。哎、你去上路，我去上路，我去上路。我来，我来了，我来。这路就上路打一下，这路。哎呀，这上路有点怎么强？有点强呢。这上路香饽饽，我来。哎呦，这什么伤害哦！我操，这辛德拉！哎呦，这干嘛？这不会让他杀了吧？又让他杀了，怎么又让他杀了？不是在干什么？哎呀，最后来几个头啊？没事没事，还有四个。不能再杀了。软弱无力。
软弱无力，难受啊，难受、啊。好、哎，干嘛？你让他追求了几个头啊？啊还好，这一波侥幸了。杀人啊！这一波侥幸了，哎、这一波还行，还行，还行。我们去抓单，我们去抓单，我们去抓单。有点软弱无力了。一定要杀人，一定要杀人啊！你别让他追起来了。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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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姐。有点软弱。来嘛，来嘛，来嘛。来来来来来，慢慢来嘛，慢慢打嘛。不要慌的，不急不急，根本不会急，急不了一点。我们现在领先呢，嗯，没有黑暗就没有破晓。有盾吗？哎，不是破晓。哦，哎呦，我没来及。辛德拉在外面。哎呦，你这样不行啊，东东，你不能让他杀下。回家喽。好。回家了，待会出个影魔他。这辛德拉打我有点疼。他好脆啊，这瞎子。现在有那么一点点进去就死压力了呀。上一波他拿了四个头，有点不太好使呀，怎么办？有点压力了，有点压力了啊。来个这样，我们都去给，都去给上路送一送。哎呦，他不是，他还在跟上路对线呢。上路送一送，不让上路过得这么快了。上点强度吧，上点强度吧。烦恼之物们，没事，不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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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慌，不用慌，我们现在还是领先的呢。你不能让他反超了，一点不慌。OK， 发育很好。来来来，他们都很脆。文静去送啊，文静。送不用，文静也可以不用去送的，你跟着我打就好。哎呦，打都送就好了呀。真不用送，能打的。情况不对喽。辛德拉哦。这个泰坦一个大。我先留一下，我先留一下。这波不打了。他这种全输出的打这个阵容，听我的不太行的。我们这沙漠死神不一样。听我的，他去上路送，送个爹出来，那个谁，那个前锋不是什么哈弗王者，不就打不动了吗？哎呀，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哥们姐们儿，你们一个让我去送，一个让我保护。他狗头，你们这狗头啊，我真是烦死了。他狗头发育不舒服就打不起来的呀，真不用送。你们先统一一下意见，到底送不送？这玩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送，真不用送，真不用送，姐。送，我说送。哎呀。OK。你说不送，你们在干什么？我真的是玩的我脑子都是痛的，什么意思呀？一个送，一个不送，一个要送，一个不送。别送了，别送了。他打的难受啊。送打不过了，别送了。来帮我一下，来帮我一下，来帮我一下，来帮我一下。来别送，别送。杀这个点男。送打不过。别送。你看他自己，他都不想让我们送，他就是打不过，就去送就好了。别送，别送，别。千万别送，有点道理，我觉得可以。怪了，怎么给他关进去了？送打不过，别送了。哎呀，这干嘛？没事，再杀人，再杀人，太阳姐。你就让他去送，你就让我进去送就能打呀。你现在对面，他现在打得过，我们怎么办呀？急走一开，软弱无力，开大，八十交闪现，八十。哎呦，八十，你看，八十，没事呀，我们领先呀。你是老板，我是老板呀！你听我的，别叫我做事，行不行 ？Q 兵，就完了。你们好烦呀！你们到底要不要统一一下意见啊？都是一头的，这干什么呀？怎么玩的乱七八糟？不送不送。等一下，等一下，姐，真送不了。其实跟着我滚雪球就好了。对，咱把优势扩大一点，然后我拿点头就行了。我都说了，去送就行。哎呦，这么，你这把要是输了，我跟你说啊。真没事，姐，我有自己游戏理解的，我肯定想赢的呀。别送了，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送什么呀？反正你，我听你这个话头的意思是啥意思？你说我没有游戏理解呗？没有这个意思，姐，不是呀？你就觉得我打的不行呗？没有没有，打挺好的，姐。那我要是送，怎么不能听我的啦？啊，非得听你的？主要是我想多拿点，你管我们怎么玩呢？对呀，对面一直抱团打，姐。那你就去拿人头啊！别送了，别送了。我们也抱团就更好打一点呀。别送，别送，别送，送打不过了。好好打呀！去杀人，去杀人。杀人呀，瞎子。
完了完了完了，八十开大八块，你去杀人啊，去杀人，你别让他杀了，这开不过他呀，他叠起来了，拉三杀了。还行吧，侥幸吧。你们这玩的花里胡哨，不知所云。侥幸，侥幸，侥幸。你看，你看这个虚杯都说了，送了就打不过了，都着急了。我和文静就该去送的。别送了，送了我怎么拖后期呢？软弱无力，别送了。我一送他怎么打得起来啊？他都着急了，别杀了，你看了，盲僧，我跟文静去送就好了。哎，盲僧别杀了，盲僧。这个好肉哦，这个、别杀了，别杀。我怎么打不动他呢？坏了。好肉啊！你好好的去杀人，东东，你别管我们俩的事儿了。你看你马上就要让他抄了。哎，别。对呀，我们都是一头的呀，别你们两个关思想关键是对面一直在抱团呀。别抱团了，抱团打不过了的呀。你们这两个人思想不统一，玩这个游戏三打一怎么打呀？一个送一个不送，不行，那吵得我都乱七八糟的。哎，别送了，送的他杀不了不就行了吗？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个头的优势的，赢了就行。哎呦，别送了，送了他杀不了不就行了？别送，真得送，你听他的。一个说要送，一个又说不送，一个一直送，一个一直不送，送就行了，别送就好了。别送，吵得我的脑子都是乱着的。哎，没事没事，我守塔。你们俩气谁的？没事，我守塔吧。听我的就行了，说这么多，就送就好了。哎，我都十八级了吗？坏了。哎，盲僧，哎呀呀呀呀呀，怎么死了呀？盲僧太脆了，出点肉嘛！你那出全输出的，谁抢得过你呀？乱七八糟。OK 了，眼又无力，八十，八十以聚酒加八十，八十。你看对面现在他就是打不起来，我们去给对面送人头，然后对面起来了，他还怎么杀？你这样都让人追平了。你给对面杀了，对面五个人打我一个人，我怎么守呀？啊？哎呀，赶紧的，不是太阳姐，你。跟着我，我才能杀呀！对面一直三四个人抱团，哎，你们不跟我没法杀呀！不是你们送完了，我谁来守塔呀？谁来守塔？我吗？我一个人打五个人，啊。关键是你们刚刚一直在送，刚刚本来是我的优势的，我装备好，然后现在一直送。哎呀，你看这金属，这他妈谁打得过呀？那赶紧扣！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我来。真的姐，你信我，围着我打，能打的。哎呦，我觉得你真的有问题的，你去杀人就好了，你管我这事干嘛？哎呀，关进去了。他怎么把瞎子给装进去了？哎呀，这个金属大师，哎，我真服了，这金属大师。还可以啊，还可以啊，不然又要被这狗头 K 了。还行是还行，好，哎，交给我了。走不了了，走我走了。真不能让他杀起来呀，啊。你完了，不是现在让他抄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姐，真的，我说真的，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就是你们把对面送起来了，装备好了，我也不好打了呀？没有没有，我也不好打了，咱都一样的，啊，咱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别急，难啊。你看老板说话的，你看，你看老板说话的有气无力的了，跟要死一样，跟要死了一样。我人都麻了，你们俩哥们儿。没事，真的，跟着我就好了，能打的。你别管别的，你现在给我杀人，哎呦！别杀，别送了啊！别送了，送了打不过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行不行啊？这把点投降也点不了了，那腿塔也推不了。真的，太阳姐，跟着我打能打的。回家了，走了。嗯嗯。来，把这萝莉抓一下。我这装备换什么了？我的神装没有提升了。我没有提升了，现在。没提升，现在。哎呦，跟。也不杀呀，头子在里面。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个人走吗？哎呀，老板怎么还抢人头啊？坏事儿，不关你事呀，你玩你自己的就好了。坏事儿啊！哥们儿帮你说话呢，你老板都抢人头了。哎，别死了，你们死了我怎么办啊？我能和你一样吗？坏事儿了呀！不是，对哈，对面装备起来了，盲僧也不好打，我现在就去保护瞎子去了，我才不去送了，再也送不了一点了。你看他又杀人了，不是压三个头了？那我也没办法呀。他现在好肉啊，他又肉又有伤害。你还好吗？怎么办呀？不是，这怎么办？干嘛呀？去杀人啊，东东，你让他全杀起来了。哈，沙漠死神，不跟你开玩笑的，跳弹一场，哎呦天，慢慢来。哪个人啊？不是，我再杀，我再杀。哎呦，把你关进去了。不能输啊！你不能是这个人头压不过输了呀。没大招，给你救一下哟。别急嘛，别急嘛。哎呦，怎么又死了？给你得给我技能呀。我怎么没给你技能？那我赶得上吗？我的。瞎子死了吗？没事没事，瞎子你随便去上，我来收塔，这种粗活就交给我了。嗯，好吧，这种粗活交给我，这种粗活我不能留头给他玩呀，他都说他要来给我收塔了。慢慢来，不能给他玩呀。别急啊！哎呦，软弱无力，开大。八十，杀人！我再杀呀！装甲猴这人，没装甲猴，没法杀呀！还装甲猴，哎，又杀人了你！没事，我就 QQ 兵，啊，我不杀人。哎呀，你们跟着我真能打！现在差六个了，怎么办呀？才六个呀！追上的，才六个头。你一波团战也只能拿个五杀，差六个头，你要打两波团战才打得回来。哎呦，我真的难受。没事，跟我就行了，跟我就行了，不用急，能玩。才六个头啊！拿什么龙啊？给对面呗，给对面呗。坏了！你在干嘛？你在演吗？被蹲了呀！我也没想到这么多人，哎呀！惨烈呀！压你这么多人头。没事，做出去呀，姐。没事，我守塔。全是对面人。没事，我来守，你们有机会追上的。看好了，别眨眼啊！看好了，千万别眨眼。算了，我回家买瓶药吧。算了，不买了。疾走一开，大开大，枯萎。哎呀，这别打了！三个人打他，真有点说不过去吧？八十。对面在干嘛？不是，你别杀了。我们三个人要是打不过他一个，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兄弟们。啊，别杀人了！两个，不杀了！作为阵营的，不杀了！能不能帮我呀？过分了你！干什么呀？走了，没事，我来杀，他不杀我来杀。杀不死了，我也杀不死了。敲死你！坏了 ，QI 来了！杀人！啊，转死你！带他！别杀！别！别！哎呀！别杀了！这种粗活交给我了，这种粗活，我来。我的。软弱无力。我 QY 了。八十。你别杀人了，这个。哎呀，你怎么抢人头啊？好假！怎么还抢人头啊？你这个人。过分了哦，这个 W 一不小心就摸到了，哎呦喂，你看你这个怎么还抢人头，我这装备得换一下了，我这装备这聚酒有啥用啊？哎呦，确定吗？这个聚酒没什么用啊，聚酒换了吧，没什么用，这聚酒太弱了，真的是烦死了。没事，不用。我得多 Q 一点，不然后期我一打五打不过，因为我没有带黑暗收割，以及没有带风暴聚集。你去杀人啊！后期的话，跟对面装备你怎么办？五开的话没有用的。出来的呀？你懂我的意思吧？